嘛？你跟我直播要干嘛？你要说什么？你要说你恨我，就不要跟你直播了。跟我装很好，然后你跟桃子姐在那边一直跟我偷偷的在那旅游，觉得你们俩心机真的很重。等一下，我们旅游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两个小孩还小，还可以请假。你那三个都已经怎么请假？而且你又比我们红，又比我们忙。Okay.你又比我们红，我现在是失业待业中 ，OK？ 我现在没有工作，可以到处玩。我不像你红成这样，每天都你的新闻，每天都你的节目，对不对？贾静雯，我必须要告诉你，虽然我女儿是一直跟我说，Angela 妈妈演戏有多好吧？等一下，她不叫 Angela， 她叫 Angel。Angel， 我女儿一直说 Angel 嘛演的有多好，叭叭叭叭叭，然后说这部戏有多好看，什么什么，然后我就说 OK， Ellie， 以上的话我都不会传给Angel 静雯阿姨的。然后可是后来前几天我看了你的戏，你终于看了。你看了，你没跟我讲，你很低级耶。我一直在想说我要不要打给你，可是我又想说，我就不甘心。你不甘心什么？你快点说，我要听你讲。亲口，亲口。你有没有喝酒？我可以给你喝一杯吗？啊，你不行，你戴口罩。那我自己喝了。好，我给你喝一杯。那你转过去喝。哎，我先跟你们讲，这个不是泪沟哦。静雯，你说这是什么？虾米？卧蚕。我这个 ，Yeah， 这是卧蚕。所以不要再说我憔悴什么挖沟色的。我也大陆刘海很美，我也觉得刘海很美。哎，我可以讲脏话吗？你可以不要吗？你要夸我就夸，你要骂我就骂，但是你不要综合，这样很恐怖。就是你他的太会演了吧？谢谢。谢谢你夸我，好开心哦。怎么会那么会？哎，我想问你，所以你不要再演戏了，你就好好主持就好。哎，我刚刚我十一点要下线，那然后你上线了，你觉得我们要聊到几点？啊，有规定几点要下线吗？因为我明仔载被 key 上金娜胸口。哦，我可以跟你聊啊。你小孩，你老公是可以送吗？哎，今天他送，明天我送，就是我们会轮流。你跟他交往一下，你老公不是很随性吗？他不是觉得孙芸芸很正吗？你可以下线了。你在想越想，哎，大家今天都要大爆料就对了，是不是？不是很毛嘛？那他就是这样子嘛？你是要问？难道你没有跟他吵架吗？那。孙芸芸就真的很正啊，你要我讲什么？他说他比你正欸。那就比我正啊，我也觉得他比我正啊，我就是很俗辣、啊、我不会吵、啊欸、我那天也不是开玩笑问他说欸，如果我你那天很认真，那天没有开玩笑，那天西西打电话给我说你老公在旁边吗？我说在啊，怎么了？你叫他听。我想说发生什么事了，他是节目没有录好还干嘛，你知道吗？我想他去上你节目，我说欸，那么快 S 姐找你，你刚跟他讲。然后他说怎么了，他说我问，然后还停顿。我想说为什么，我就贴在那个手机旁边听，孙芸芸正还是我比较正？然后我就听到修杰楷完全没有考虑了，立刻说孙芸芸，你知道我。然后他还说，你去问全台湾的男人，谁不会觉得孙芸芸比你正？然后我就说修杰楷，你是这种人哦？你明上我节目的时候感觉就是一个很正直一个暖男，你为什么会变这样？我说难道孙芸芸连你老婆都比他正吗？然后他说对啊。然后我想说 OK 哎，等一下，我弟在上面写说孙芸芸加一，你看吧，我弟 OK。 你有看到吗？所以你弟也要孙芸芸是不是？我身边的所有男性朋友都说孙芸芸很正，所以我已经习惯这件事情了。他也就是很瘦啊，但他真的很漂亮嘛，他就是
就是、我们俩也没有丑啊，我们没有说我们丑，但不同型嘛。我们两个一定要结合起来打败孙宇。那我们两个就立刻怎么样？明天来拍一张什么照片？然后啊，不行，你身材太好了，你身材这样，不是我还不两穿。我们还是跟孙芸芸去拍照，跟他讲说，孙芸芸，我们可以跟你一起拍照，穿一样的衣服，然后我们来挑一下，大家来评比谁比较正。然后最后还是孙芸芸比较正。K.O. 我们两个很无聊，好不好？哎呀，这就是已经结了婚的那个中年妇女的，就是一种，哎呦，反正就好玩嘛。你的心可是却被人家打枪。真的很不爽哎、欸！不要这样、欸。想当年我主持康熙的时候有多瘦多美呀、啊！你现在也还是一样啊，多一点肉又还好，我也一样。但你还是，你欠我一顿饭，你还是要请我。你说你要请我吃饭，你到现在还没有。我现在不想请啊。你跟陶晶莹在那边，好，我请你吃饭。台南游，陶姐都没上来，干嘛干嘛干嘛？然后陶晶莹上我们节目，一直说 OK 啊，我们就约啊，然后都是谎话。我约，为什么都要讲谎话？你等一下，我要讲到啊，那我们就约呀、啊。你很奇怪，那就来约嘛。我真的。哎、欸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这就是女明星的假面，假面。你说我们两个吗？说一直说。那我们喝一杯，来约啊，来约啊，然后根本就没有要约。你快点，那要不要就这个周末约？要不要？我们就约了一起。不好意思，我要新节目，而且不好意思，我新节目第一集收视冠军。我知道，我今天看到新闻，恭喜。你没有肿啊，你这样没有肿啊，你真的没有啊。哎、欸、你素颜很美好吗？真的吗？对呀、啊。哎、欸、Patty 问我们在直播什么，蔡依珊。我们在直播两个，就是从我刚刚一个人聊天到现在我跟西弟在聊天。你不要闹了，你也烦你。陶子姐就不约我啊。好我约你呀、啊。好恐怖哦！当然不是这样子。我说桃子姐很假，一直说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，然后根本就消失。然后你们妈现在上线，我们现在还在直播，你上来解释一下。桃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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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。为什么要说谎？我在马桶上哎、欸。你在拉屎还是在尿尿？我在尿尿，我真的在马桶上哎、欸。我们没有想要听你尿，尿尿应该很快就可以结束吧。哎、欸，那你们两个先聊，我要去上厕所，我马上来。等一下，下次陶姐，我们可以一起去你家吗？我想一下哦。哎、欸，你明明说，你明明没关系，你要去家我的，我会带波妞去跟小龙玩了。来，没有问题。哎、欸，拜托，我有徐老三，徐老三可以把波妞跟小龙，就是压倒性的，就是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人生。OK？ 什么东西啦？什么真实人生、啊？我想跟徐老三聊聊，让他跟波妞一起玩，一定很好笑。我怕你跟他聊完之后，你会哭着跑回房间。因为我不是剪刘海吗，然后我就说哎、欸，你们觉得我有没有像 BLACKPINK 里面的 Lisa， 然后徐老三就冲过来说请你不要侮辱 Lisa OK。 然后我想说怎样 Lisa 是你妈是不是，怎样 Lisa 是你妈是不是，我觉得很不爽。你这样不爽，很多女生这样很辛苦哎、欸，你这样不行。